为安迪真的是非常的幸福，哎，不用去找那个九天玄女在那边酱肉酱肉半天，我告诉你这样肉就可以了。哎呦，红蛋的你不要说，哎呦，不敢看，没关系，你们看就好哈。但是今天在我面前的这一锅，你们不能不看哦。这个是米其林三颗星哎，这个是酸菜白肉锅。哎，是是，它里面没有加工盐醋，一滴工盐醋都没有。然后它，你看，安迪，嘿，跟你介绍一下哈。嘿，你看到这个哈。一点，这个就是一点一点，几点几点，这个就是，这是什么？我的雀斑吗？啊，没有，再下去就不能吃了。这个是天然高粱红曲。哎，那我把它放在我手上给大家看一下，可能比较明显。就是这一个，嗯，等于红曲的去洗白菜发酵，就好那个酸度出来，所以你不是像别人是加醋。不是加油添醋的哦，是纯天然发酵哦。汤头很好吃，很好喝，很好喝。更加清亮的那个颜色哈、哦，哦，酸然后回甘的那个味道，在你整个喉咙、口腔，甚至于鼻腔里面，完全就是干巴的干那通灵的感觉。你们吃九天玄女酱肉，你直接灵感就来啊，是是是，就醒过来了呢。啊，这个锅当然酸菜白肉，我们就要下来加白肉，对不对？培根猪，你看那个油花的分布，就嚼哎。我当然嚼啊，我较贵敢买啊。它是三层肉的，那好。中斩。中斩啊，它我把那些回油的部分请厂商把它去掉。啊，一般如果酸菜白肉，那这边贵的可能都是肥的，但是你说肥吧，中国加酸吧。啊，这个烂肥吧，哦，这个口感又很足好的哦。真的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来哦，你看看，哎呦！你看那好出水的哦。哎呦！跟我一样呢，啊，你看，哎呦！哦，你这吃的其实蛮好。嗯嗯，好薄。口感对，然后健康对。爱有吃到白的感觉吼，虽然叫做酸菜白肉锅，但是它其实里面白肉跟就是我们所谓的红肉，就是加瘦的肉，那个比例其实是刚刚好的哦。比较少，比较少。跟我一样浓鲜和度这么的窈窕，嗯，而且没有磨低吧，那个臭臭。没。然后经过那个。酸菜白肉锅的那个酸气进去之后，很解腻。我感觉莫怪你爱酱肉酱十盎司，这个二十盎司来讲嘛不够。但是哈、哦，来个红蛋的元气火锅哈、哦，我觉得还有一件事情，你就活心呢。嗯。这把你吃到饱对不？哦。好、哦，这个好吃。纯手工哦，哦，纯手工鲜肉，你看，端端。这是我做头家人的生意。你哪讲好不好？好，你来介绍，我来吃。哦，给你讲，懒得说。这吼、哦、真正是，我认为讲对人客应该给他们最大的回报，因为恁信用我，啊来吃我的物件，所以我要让恁吃到上好的品质。啊，这纯粹肉质，规店做你吃，做你吃。你看还把肉块安尼一块一块，端端，猪肉的回肉跟皮呀、啊、胶原蛋白都在这里，而且内底迄个卤肉的迄个味吼，卤包的香气，那个中药香很浓很香，但是不呛鼻。未使甲人家骗咯。就清汤的我无骗，我在这边发誓好不好？我是虎烂女神，但是今天这一集绝对不虎烂。没有跟你胡乱的，做回家来哦，而且哦，免费让你吃到，对对对对对对。头家真正一直用在酱肉啦，开一锅酱十盎司的肉，然后这个这么多肉，捞肉饭在现场，白饭自己盛，卤肉自己咬，阿够饮料，阿够冰淇淋，哦哇。无限量供应，对对对，自助式吃到饱，是啊是啊，都说说你说要降肉降肉，就一直降肉降肉降肉，真的，吃完要来降。
一下，降落，降落，降落，哦，跟你讲，九天玄女的爆米花不算什么，你要来一下，什么叫做神仙的气味？元气火锅可以让你吃到女神般的气味，我的香气就在这里啦。我跟你说，来这边哈，我们如果想吃，但是又怕胖的人，就是要选择这一种，用食材用的实在，汤头要天然，用蔬果倒倒啊，控不控控一直给控落去，再控了出来的这一种汤头，吃起来对身体就不会有负担啊。我们今天影片看完之后，如果你很喜欢安迪的话，不要忘记哦，跟我们家那个高希英娜哈安子杰说，以后叫安迪常常来代班呐、啊，哈。啊，不要忘记哦，大家有空的时候哈、哦，来北港元气火锅，写那个昂档哎，不断的给他降肉、降肉、降肉，谢谢大家啦！今天安迪很开心来代班，哎、啊、呀，感谢我们的王董哦，很好吃的一餐，很开心，你们慢慢的回味，我要继续去吃啦，我们下次见啦，拜拜。We'll be right back.